在香港启德西虹街的大型屋苑，有商场，有地下街，有公园，有海滨。他卖的最便宜的尺价比他买的地价还要便宜，最低的尺价大约是一万七，平均的尺价大概是19668块。启德天喜天这块地皮，西虹街在2018年用超过251亿港元拿下的，创下当时本港官地史上最贵的记录，属于是整个九龙东区的地王。现在卖的尺价比当年拍地的尺价，每一尺的价格还要低700多。首批卖182户，开放式是476万起，一房是588万起，两房是846万起，三房880尺以上的全都是用招标的形式去卖。这一口价格我怎么看，就是西虹街用一个名牌表的价格卖出一个平民价，你又觉得如何？